就是你没有人会唱的，你唱。你乱讲，这现场大家都会唱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有听过的举手。好了，我唱一下就知道了。举手了。OK。啊，接下来有我们的贝手 Kiss 老师带来这首歌曲。真的，而且我发现这首歌好难唱哦。对啊，我现在听了我才知道。